张老师啊，我看到很多净水器都用了活性炭，那咱们一枝源活性炭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那个活性炭呢，其实是我们在这个处理空气污染呢、这个水污染里面的一个常见的技术。但是同样它都是活性炭，这个效果可是千差万别的。如果你的需求啊，说我只是想啊去除一点异味啊，或者说颜色，那可能你就用一般的活性炭它也能行。但如果你要是把水里说你可能存在的那些有机的、无机的、重金属啊等等，你都要很好的去除，你注意，那你可能就要选择品质更高的这种活性炭了。那如果啊你还想把那个污染物的这个去除率要再提得更高，那可能就不是这个简单的技术的活性炭啊你就可以办得到的。你像一枝源的啊，我们的活性炭它是经过专利技术处理的一种高密度的活性炭啊。首先呢，它的这个高密度就可以把很多细小的这个颗粒物呢拦截下来。二一个呢，它就是确保了这个水呢能够充分的跟这个活性炭有接触，那么保证水里的污染物它可以更多的被吸附起来。我们一枝源的这个活性炭滤芯里面，它是可以去除水中160多种污染物的啊，不仅包括了会影响孩子们发育的铅汞这类的重金属，它还包括了啊，像是部分的这种啊处方的或者非处方的一些药物的遗留成分啊，以及现在的一些比如说新型的什么杀虫剂啊、塑化剂啊等等啊，这些新型的啊突发的这种污染物，那真正啊做到了这个防患于未然的这个工作，避免饮水当中出现这些污染给健康带来的风险。那所以啊，我们的活性炭可以说啊是有着人无我有，人有我优这样的一个优势的。其实这个饮水的安全啊，它真的不是一件小事，因为我们每天嘛，你都要喝到肚子里啊，最后啊经过肾脏代谢出去啊。所以大家看，那你这是我们的一些顾客啊这个家里使用的这个滤芯的这个照片，你看这上面全都是被拦截下来的这些污染物，是吧？那你没有这些个滤芯的这个过滤，你难不成那还要靠咱们自己的身体啊，靠肝脏啊，靠肾脏来过滤吗？所以健康的这个风险啊，那么大家您就可以交给啊更换的这个科技产品来承担，那这才是最好的、最安全的啊。那你不能说啊把它留给我们这个身体，那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挑战就太大了，你说是不是？